今天又来超市闲逛了，不是闲逛，就是买一些东西。然后说是可能学校又要延期到5月3号了。今天呢，说是工厂也要停工，所以说呢要多买一些东西。然后大家说要买一些罐头什么的，水啊什么的。先到超市来看，还有好多新货在网上，储备。所以说呢，我感觉还没有必要制造恐慌吧。然后今天就买了一些水啊、罐头什么，打算。春天那种感觉了，现在已经买好东西了，可以回去了。